多讲几句嘛，还得凑凑两分钟嘛。就这一句话。看我的眼神，看我的眼神，好吃的。我把这段掐了。光把声音保留下来是吧？我们吃完饭准备进城。回来再洗碗吗？回来再洗，你洗是吧？你洗。哥的眼神告诉我你，你说你洗。Let's go, let's go。进城逛街喽。我这跟我老婆说，哎呀，这个车还可以看，挺新的。嗯，因为这个车就是。比较新的款式嘛，近些年才出的，这还可以啊。这不后面挤不挤啊？这车还可以啊，挺住的。后面还行吗？去小站门口。对你不是去买汉堡吗？记得给农哥买个全家桶。知道我们进。给我买个零食桶。他不说炸鸡桶吗？啊，炸鸡桶。哪儿呢？这是沃尔玛，我们要在这儿。沃尔玛哪儿呢？哇，哪边可以停？给你们停了。好热闹啊！然后阿婷要去肯德基，哪边能停啊？就在这儿，就这儿可以，这停可以。好，往那边走，走。相当的热闹。好，哎，终于进城了。好了，你吃货。我们现在走了，不影响你接单了。咱先逛完超市再开吧，一会儿关门了。骑个摩托，有没有机枪？一个队，我曾经一个队。嗯，你今晚的老虎，你的车车。最早的那个。那出口。为啥打那儿？滚！老胡教的，打你要打这儿。对，对吧？这个人喝多了，别打了。这么听？别打我，别打我！滚！别打我，别打我！夜里来找你，告诉你。你看这有暴力倾向。沃尔玛在哪儿呢？是出去了吧？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这个恐龙的姿势怎么跟你打拳击一样呢？哇！挺像卡子的脚。沃尔玛关门了吧？啊，对，快点，快点。一会儿让胡哥在门口堵着，咱们进里面买东西。然后吃的小零食就行了。啥？11点。啊，人家十一点还早嘞。他们这个超市的那么远，必须的吗？肯定必须的呀！你买一个，买。保险一个。这有啊。他这不是哎。这么大的车吗？哪个？买年货了。哎，这个很多，这个对联呢。你好，您那个红包过年，对联，福字儿，还有过年的气氛。还有过年的气氛呢，过年了。原价88元，现价59元。There's a party in your head, I can see it. Your eyes, they tell me everything. And even if you don't wanna believe me, the truth is just too clear to see. You're fighting with the devil on your shoulder, shoulder, and I'm not your enemy, I just wanna get to
know ya, know ya, know ya, know ya. I wanna see you in the morning. Wake up when you say hello to the world. 买了一个这个脏衣服的收纳筐，这个脱的衣服直接放到这个筐里面，不然的话也没地方放。天气太热了，买点这个绿豆吧，而且可以煮点绿豆沙呀、绿豆汤喝，再装点这个黄豆，明天把那个猪蹄儿做了，应该够了。装点这个面包，万一啥时候饿了还有点吃，每个都拿点吧，好像价钱是一样的。我啥都不担心，我就担心这个。买了个这个大头的小学生雪糕，胡哥丢了，胡哥再不来我的雪糕都化了，这里面好多个，在这一下吃不完。哎，我们回来了，我们有重任在身。来，把这个给我。啊，你帮他拿吧，没事，我来拿。你手那个，你先拿，剩下是我的。好。要不要叫农哥来帮忙啊？不用。我们要把这里面收拾一下，不然的话不用好像。这个是零食，乌冬面放保鲜就好了呀。不需要放冷冻。这还有一包牛肉面，也放保鲜就好了。这个鲜奶呀、什么的收拾一下，这样的话这两个肠还能放进去。黄油感觉没啥东西了，冰箱里还是满的。但是这个雪糕看化了没，今天在那等胡哥等了好久，最担心就它化掉。哎呀我去，真这么结实。把这个边撕掉算了，刚才拿的时候也好拿，不用那啥从里面拿出来，直接从这个盒子里面拿一个出来就行了，还简单，放在里面冻着吧。好嘞。